漂撇浪子，漂撇浪子，潇洒帅气、行走武林的浪子，重视美脚，带有些许的江湖味。只要付出酬劳，就会帮人解决大小难题，以拯救千千万万的玻璃心为使命，人称玻璃救星。然而，漂撇浪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幽界魔君。在违背与天机的约定之后，魔君忘却前世，从一片空白中醒来，因意识内天机留下的影响，逐渐行往善途。只是身份之谜还是遭有心人道破，并随着众天邪王现世，天机所留的禁制减弱，漂撇浪子也一度变回魔君。在越来越难以压制体内异状的情形下，漂撇浪子乃决意代替云辉子挑战众天邪王，以自我牺牲换取封印众天邪王的可能，只希望无论结果如何，自己到最后都能只是漂撇浪子。